哎呀妈呀，嘎嘎的冷啊。行啊，这也算因祸得福了。这搁这居家办公，要这出去成冷了，宝贝们，我没看天气预报，但今天应该-20度有了。就是那种干冷，干冷干冷的。依旧没有收拾的稀烂阳台，小伙伴说了，不用收拾了，就吃吧，把这堆吃平了就利索了。我要插点小米粥，我俩都起来的晚，这草莓。插点小米粥，热两个鸡蛋，昨晚大宝要吃，我说儿子妈不愿热，就下地，那都9点了。他说这鸡蛋好吃，热两个鸡蛋，啊，煎那个饺子，是不是挺开的？大宝也挺愿喝的，小米粥，小碴子，一半一半。粥好了，大宝也起来了，整两个蛋，是啊，那鸭脖王那个汤，妈呀，因为煮鸡爪子的都冻着了，是吧？这不能吃啊，都中药汤子，要还挺愿吃鸡爪冻的。哎哎，那个蛋你能吃几个儿子？他挺愿吃的，来俩呀，行。完告诉我了，我说冰箱还有那个猪蹄子，他说你用这个汤能不能再煮烂乎点？我说行，先整整蛋，整蛋，煎饺子，洗一碗草莓。哎妈，这饺子可是不少啊，能都煎了吗？儿子，饺子你能吃多些呀？也吃不了太多。多好啊！我就煎完咱俩就到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完事儿了，你别说完了。完事儿了。把这那啥踢到了。录你，那头发呀，扑了扑了呀。扑了啦。大宝给我吸完尘了，吃饭，炫饭。啊，还有饺子呢，这些粥吃不了了。吃不了，给霍霍盛回来吧，我给你盛多了。我这脑袋，我这脑袋，这就入化了。来点儿菜，小咸菜，饺子，菜肉。看看我们娘俩两顿饭的，这叫早午饭，丰不丰盛吧？小米小碴子粥，酱鸡蛋，小咸菜，饺子，还有昨天剩块午餐肉也让我煎了，草莓，咖啡，气儿灯蹭蹭蹭蹭就来了。哎呀，好吃吗？煎完儿子？不好吃。儿子说咱俩好像开会研究了，昨天他穿个白帽衫，我穿那个能穿毛衣吧，白的。完今天呢他穿那个瘦了都小了，为啥搁家穿了淘汰成家居服了？他说搁家穿有点紧兜兜的，我说你穿这个吧，然后我也换个厚的。我先看看这鸡蛋咋样，就是凉鸡蛋放到热粥里了，温乎了，哎，还有香味儿哈，嗯，但是不咸，就是泡里头之后吧，搁到阳台那个汤就拧了，我估计它就不往里进盐味儿，就淡淡的有咸味儿。宝贝们，不是不给你大宝吃啊，我就为了录封面往这嘎拽拽。咱俩这一餐有点超标是吧？嗯，快快，瞅的，这回勺得不得劲儿？给你换勺了。对劲，小咸菜，土豆，对，小土豆，小米粥。昨天晚上我们娘俩都失眠了。我说我睡觉才3-4点，大宝说看我最后看一眼4点，我还在那刷呢，刷短视频呢。就是我是先睡着了，好像12点多1点多我醒了，我俩就唠嗑，就睡不着了。完，我寻思完了，今天这家。不得报废，脑袋也不疼了。头两天这鼻炎脑子疼，给我吓得晚上吃骨维素，我先好好睡睡，没用，还是熬完一夜脑袋也不疼了。我没给你整一杯，你来不来呀？我不来。有一段的就是我喝咖啡，他早上妈还给我冲一杯，不怕他喝呀，我怕他跟我似的撒不开手。有一段我都放肆了，下午也整一杯，完我寻思别嘚瑟了，就以后整上就下不来了，还是一杯。哎，把这个，我把这几个咸菜和这鸡蛋这么拌粥里。
刚才夸我下去前我要跟你们说啥了，打断了。我说昨天晚上我俩不都是我半夜醒的，他是没睡，然后我就饿了，饿了我说差不点儿，我说这要整点会损面条吗？然后我就想起个啥事儿了，妈跟网看的就有那个人两道杠的，你知道吧，就烧的都三十八九度不行了，就是爆想吃辣的。完他平时生活中的就一点辣都吃不了那种人，但是就是鬼使神差不行了，就是命运什么的驱使儿子应该用词儿，不行了，必须得吃，必须得吃。完点的那个毛血棒，说吃完过两小时退烧了，就是半夜醒的事儿，三点钟了。完他也说饿，我说咱俩整点，这要整点那个过水面条嘛，炸个酱哈。哎呀妈，我就想起网上说这个了，你要是馋啥馅儿，就身体缺啥，你别控制。得回你老七呀、啊，还不是特别十分极其的懒。瞅瞅，这做个饭，这电饭锅里外翻飞，这要懒点啊，就得石磨脖，把这点粥盛出来。大哥，不要吃那个，猪蹄子酱到那汤里吗？我给他焖大米饭呢，那饭里有杂粮，泡一会儿，先给他泡上预约上。这顿饭刚撂块，一天就整下顿，就说吧。行了，泡着刷出来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儿子，你跟妈学平胃学挺好啊。必须得平胃。被铺上，铺了铺了，这沉他吸的，现在天天吸沉了，干啥呀？下榻了。那个天天我儿子吸沉擦地，都他的活儿。这小窗帘干了，我起来活动活动吧，把这个小帘都收了。这个大后帘啊，这不那天着急着慌的挂的吗？就是洗干净的叠到那儿了，瞅瞅这褶子，我俩费劲把力挂，挂完我说儿子呀，全褶子拿下来，他妈呀，挂我吧，挂我就开了。我家没有喷壶啊，要喷壶整点水，费劲把力挂的。那小子不在乎那个，就有褶子我能挡光就行，我也觉得挺好。帽子手套我都洗了。儿子，哎，咱俩得备战了，就是两道杠进入决赛圈备战，就是你没两道杠的时候你得备战，你知道都干啥吗？都干啥？先把家手力争的，到时候你要是脑袋疼了烫烫往这一躺完，你再瞅家里跟石磨脖似的，你闹不闹心？还行吧。我这两天我应该让大宝跟我把地打打蜡，年前打打蜡，地整光溜的。这个暂时下岗，不挡光，我也不往上整了，挂了，费事巴拉的。寻思朝大姐家借梯子、登高、上树，不敢去呀。那天下楼问大姐，我说大姐你咋样 ？O 没 OK？ 不是中没中招 ？O 没 OK？ 中没中招呢？大姐说。我四面中招啊！我说真的呀、啊，他说不到啊，没测呀、啊，烧两天，他俩都没事儿，咱不知道真假，俺嘚瑟了。我寻思那啥，大宝搁家，那个那换窗帘，那框顶上正常都应该擦擦。我吧还想录视频，妈还懒得拿那高架，就这小架对付，就拿小架对付，什么小窗帘啊。放整理办理，可宅一呆呀，也不知道有啥家务该干不该干的。坐我儿子屋剪剪视频唠会嗑，他这椅子坐人真挺得劲儿的。儿啊，你那歌是要给妈妈送走吗？我说儿子，你不闹挺吗？他说妈呀，人家是即兴说唱的。就特别有才华，你妈听了那心乱麻七糟的，搁这这不想让妈跟你这待呀，还先跟我儿搁这屋糗一会儿呢。哎呀妈呀，乱麻七糟的心呢，宝贝们，这心脏病歌啊，你们听呀，我那口呢，我们家一家四口，沫儿啊，沫儿呢，儿子，沫儿呢，沫儿不知道上哪儿去了，哪儿呢？我不信。你周开我看看，妈妈，妈真是呀，走啊，走啊，儿子去给他整点零食去，我不想动。你找你哥，
妈呀，真给人喂窝呢！我还寻思一家四口整整齐齐那个呢。过来，公公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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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有点，有点栽冷的是啊，不危险啊，不危险。老默契的这脑，这屋你能待进去啊？啊，快快，就这音乐你能待进去啊？妈，快掐人中了，我走了，这回你高兴了啊、哦！拜拜。默默在里呢吗？还跟小姨吵吵呢。嗯。给我看看老默子。看看吧。哎呦妈呀！真幸福啊！我那被也没叠呢啊、哦！哎，我也上那窝搂胯过去。不丑了。